安徽省凤阳县呼应镇农村大集。看看这个后羿卖菜怎么办？都用喷干的。一个吗？喷饭。牛肉多少？牛肉七。跟在这一下。花椒青花椒六元，新上市的云南青花椒，又有香又麻的青花椒，不麻你20分钟免费送，现在买2两送个瓶子，买2两送个瓶子，瓶子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走过路过去看一看，超市相见。我买了，干嘛要买那么多？哈哈哈哈哈。花椒青花椒六元，有开始我有开始饭，有开始我给你提的啊。狗肉贵一点，快了。牛肉也贵，都一样，都一样的。你哪能一碗喝多了？这碗太多了吧？这碗你都来得吃？我的妈，这10块钱的，这是狗肉粉丝，这是只有这么样的料的。我搞两碗。带走没有啊？等一会啊！啊，等一会儿，带走可以。哎呀，咱家的了，买一回吧，我奶奶。今天你看看多少，这是15的呢，15这个的，15也不得了，这么多肉。老板收下吧。够五斤吧？这太多了呀，兄弟亏本。搞一个特写，特写。那个我大爷光荣退休了，他光荣上岗，给他资深副业。怎么样跟着？我那个小子在这喝着。不要了，够了。65。这个菜卖的。三十。快一万的。你想要，你要吃香多的话，生渣还得有。30元。我的就是四五。
锅有点咸了。狗肉多少钱？你的？40多。嗯。40多，便宜。我们这狗肉好吃，现在狗肉吃都可以。嗯，可以。可以吧？对。吃狗肉不碍事，又不得肥。哈哈哈！对吧？吃狗肉不碍事。现在像今天可能卖个200元。今天过节不知道，那平常卖不值钱。哦，不值钱。你查个7点多钟那时候分机了，也没点也不知道，没点过节也不知道。平常都全部都200元。200元不值。不值。那你这个好生意。哎，你奶奶卖200块钱也行，那已经正常卖10块钱一碗。对。怎么200块钱？2000块钱啊？200碗2000块。那烧柴火也幸福。烟都给挂上去了呀。